有没有哥哥姐姐喊等的？二。有没有喊等的哥哥姐姐？还差12700票给大嘴按了。先喝点。二。哎，还没有那个呀。一。有没有哥哥姐姐给大嘴按了的呀？还差12700票。你有没有等的？好，包过来一。要充二十。还有啥包到起就弄一次，开始的。他不同意哥。我咋还有这个分的人的？哈。我操，那个东西吃好安逸哦！我操了。我说这个肌肉真可以啊，给我们看一下。你们俩还给我敷、嗯。这个肌肉是成这种，就是跟那个他这个肌肉真可以。他这个肌肉真可以啊。他这个鸡肉真的好香啊，吃开的一股香味儿。红色的这个鸡，啊，那个芦花鸡是可以。你那边葱花那边，你找哪几个男儿去给弄葱花嘛？啊，不要葱花了。还怎么样？差点没动画哈。可以，开发了，抱歉。他这个鸡真可以啊！我操！他这个鸡不是白色的，是红色的，这个肉知道吗？红肉，很紧致，看着。我操，大哥一个人吃。面面。嗯，欢迎小公主妹妹。欢迎小公主妹妹，妹妹我们家喂的这个鸡是真可以，充电啊！嗯，上去。给小公主妹妹。给狗子吃点，追一个说。大哥，不能给他吃，他还碰过水。哎，这个说了，给你分点嘛。等一下。给胸肌上分点胸肌上的肉。嗯。不想给他分。我打个手，吐。他不吃。那个不是一人决定的，那个啊，你吃得完吗？都是。帮我扯，老王。扯哪儿？扯个，再扯个翅膀。这个腿，可以给我弄下来。狗子拉票，对他拉票啊，你拉票啊。那五片片给你吃。哼。给你们看一下，收个宽的来，收个小宽啊，收宽干啥的？你个欢迎。嗯。来吧。七八一的换的一十以上，反正后头就坐那个盆子去，我两个开始。我要把鸡吃了来。那个是肯定是不允许的，哎，你要把鸡给吸了来。打就算气球打嘴巴，不是马上执行吗？有的一人有，你不能怕规矩。喷水不一样。喷水一样不一样？那肯定是要执行的来，哎，要做惩罚。那之前不要乱搞。追一个，我要喊追一个主持公道的哟。你冷到我给热。冷了，那之前我们包括了打嘴巴，还不是都在打了嘞？欢迎余生安好哥。那个这都是说那个又不是。吃完了来上包括了。你说你包括了，打过中途安排你，比如说吃，哎，比如说吃什么柠檬啊，让你喝雪碧，你不接可以，但是那个不影响你吃东西嘛，对吧？我们打嘴巴都是接了的。快速切碗，给我搬个翅膀，老王。先喷了来，打个锁的哈，我来喊人刷票。如果说你这样，那以后还有谁包锅呢？以后我小找的，那之前我是怎么，我还不是包锅了，被打了的，打到我锅里，我还不是没吃完，不是吗？你在搞小麦？那你打人家的时候都可以吗？搞快点，大哥，叫你不要打，不要扯，做什么？坐下来，坐下再扶，快点，喝着去。扔了。我冷到热呀，马上给烧卡子了，热微着啊！大哥说一起一的，都是直接喷，要么就直接开始喷了。哼！像你妈个体面！你才是个体面！你这包锅耶！
你先把惩罚做了来，那个规矩不是我先坏的，是从一开始都是这样的，从早的之前都是可以的，没有谁改这个规矩，你不要这里换啊，哎，坐到后面去。这样都没有，以后也没人保管。快点儿。没。快点儿。刚刚大哥问了你可以吗？说了你报谁报过要喷你的。是喷噻，我要吃啊。哎，我给你说个锤子，你肯定是不能换规矩的，那个。早都变了，丫头，全国准备早都变了。我上次包锅，我打了2500个气球，最后一锅鸡全部都没鸡，我挨了2500个气球。我上次包锅，我一包了，我吃都没吃那一次，嘴巴都打得翻起了，一口都没吃下。我都是乖乖，来吧，来吧，我们都是乖乖挨了的。哎，那个是打那个叫惩罚，哎，大哥以物为主啊。哎，那个不是说你吃不下去你包了。你冷的可以给你热的嘛，啊？你把菜给我拿走，等下给我敷到吧。两个月呢，那个做后来点都是那个。你做后来点，我把手机往前面挪点。手机哥往前面拿点吧，把鸡搬前面点啊。谢谢大哥安排的啊，感谢大哥。嗯，汪。往你这拿噻。嗯。哎。阿发，用吹风手，你还是用吹风手？哎，你还是用吹风没？用啥子？哦，我这不用吹风了，妈咪，现在吹风好几把子。我那个量我又不比数，那现在我还用吹风干啥？我就用个碗就行了，莫搁老子身，莫搁老子身上打。你想想一个小瓶子，用那个瓶子嘛。我日妈，他一个人日妈起，咋那两个碗用皮筋抹了？他上三个碗，还有个喝汤的。我当时日妈一个人把碗刷完，然后又来。那个票刷好了。里面穿，你里面穿没穿呢？穿了的。因为我日妈留点儿嘞，那个点儿那腰子早呗。来坐去。对。妈50个很快的，你2下坐了就结束了。用50下手。那还得送榜，还得送榜本儿呢啊，不够啊！来，欢迎传奇。好的，好的，谢谢哥，感谢我哥。谢谢哥，感谢大哥。是一人50下手，我给2个。哎。哎。哎。是我给2个1人50。5000票，1人50下子，你往后头坐，坐后头去啊，把他最后坐来开始。坐起喷噻，他既然坐起一，坐起喷噻。要近点嘛，这个距离可以噻，哥啊。这么近，而且大哥说水量不用太大。水量不用太大嘛。你莫喷到我身上来，水整堆它喷。大哥，水量不用太大。水不用太多，可以喷近点。喷近点，水不用喷太多。不要喷到我身上，老子那个衣裳干的。嗯哼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13，这个水量根本没有减少。是谁？啊，你们太过分了！是我。这个水量根本没有减少。嗯，十七莫乱，莫喷毛了噻！你莫喷到我那边来，十七就那连喷。十七。十八。十九。没减少，那我给你，我给你提醒下，多的水量啊，十九。我也不需要。老子眼睛真的睁不开。等一下，等一下。嗯。我眼睛睁不开，等一下。没有让你睁呀，现在19。我20。开始。你都是落汤鸡吃着落水鸡啊！哎，快点嘛！快点喷！是你自己的。而已。19，20。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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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十五、十一、十二、十三、十七、十四、十八、十五、十六、十九、十七、五十、十八、十九。欢迎狂龙哥。五十哈，你接到 QG 音响一部嘛？真的是，你这个有什么影响吗？啊，严重影响老子吃鸡的心情。影响心情，你把老子笑着的，老子嘴巴打翻的时候我没有说那些，我说的流程话都接，就一点屁话都。哎呀！妈呀！哎。欢迎星辰哥。我操，好费力啊！我操，哎，还能密码？没有人嘛？你当然。嗯。不要瞎带节奏，这是个娱乐节目啊，一天的啊。把我机子一下，我冷的，机冷的。卡住了，那个热。哎，干热。解气，大哥说解气吧，两个没有吃到。解气，谢谢大哥。谢谢了。我说谢谢了，谢谢我的守护神。哎呀。又热，热极，又热。那我这俩卡子不去了。追哥说了叫你给我分点的嘛。现在想要分了。追哥是一随便一听听嘛，你不听就算了。追哥不能给他们分的。你去哪个票选？转啊！我那个时候包给他，我有些那一个，那个优势儿不是说，但是我后面也吃了的。我也不说没吃完，是我吃不下去了，但我也是吃了那个牛排分给你吃。哪个啊？哎，牛排分一个，还牛排给你吃。端一下，端一下，那个端一下。够哪个的噻？那个端一下，我一直吃点不好端。你，你是来了就盆子够，用大盆子够，给你个烧烤的。对对对对。你拿来噻。打那个大盆子过来，关了，关了噻，烫人。你别拿，我拿去还给奶奶的盆子够。这个卡子炉是烧黑的。烧不行，磨起烧别人，磨起烧不是有个东西磨起烧，算你绝，好像绝一下。有没有味嘛？吃着。不告诉你，不想吃吧？不告诉你。嗯。老子热鸡。垃圾桶拿来，我要装鸡骨头。哎。垃圾桶拿来装这个。完了，这个一个人吃一只鸡，好啊，好好。老子今天就是不给你切一块，也不给你分，就想吃鸡。门儿都没得，瞎子。不分算的嘛，我不分，说实话，你不分就算了啊，哎。哪个人一盆老子水的？分就算了。欢迎用户哥。帮我剥下，想起来了，服务。狗子帮我。那也不行了，这不行，哎呀，妈，这是最大。包上锅了啊，大嘴，是的呀，他包上锅了，欢迎小猪哥。放哪里？帮我这个这个里面是放哪里面？欢迎我空白哥。喷水了，我还是吃上鸡，你怎么吃不上？那我把我鸡分成小块块。嗯，用剪子给剪要不？随便也，反正分开。嗯，刀剁。刀剁是。嗯。
我剁开，然后放进去。剥虾子，拍拍给我剥虾子。这个哪个？打折可以，我都是存了很久的票，好不容易包一次锅。哪儿存了好久嘛？我小姑子妹妹跟我追一个，我就从蹬自行车那天的票就用就存着了，都没有打你们。蹬一只鸡吃着好爽，一个人吃一只鸡，说实话，我坐月的时候都没有一个人吃一只鸡。这两盒不要，这两盒给你。哎呀，滚呐！这两盒给狗子吃。哦，我现在剥了几个虾了？一，我吃了什么？八个吧，八九个左右。好，八十个脑瓜瓣儿。啥？八十个脑瓜瓣儿。为啥呀？你们管我打个锁的，剥一个虾就弹出十个脑瓜瓣儿，来九个，那我给剥快点。来，十个。你不剥了，让老汉剥。十个，刚好一别个。让老黄剥，我全部给你剥完。不要！妈的，还拿老子给服务，刚好一撇钩，妈！欢迎东方哥，欢迎东方哥。老黄剥虾，拿过来嘛。剥。妈的，还给自己搞。四个鸡腿儿，两个鸡腿儿。这个鸡真的能做那个鸡，椰子鸡一点都不闷人那个皮。这个鸡本来都好哎。这个鸡一点都不闷人，芦花鸡。哎，我垃圾桶呢？现在哪个播的？阿黄。哦，谁播谁弹？那我。谢谢大哥。他又播了，他老黄又播了两个，现在是怎么说？现在是老黄弹还是谁弹？啊，也就是你那里一百个，狗哥不？你那里一百个啊，狗子不？啊，你那里一百个，我先谈到我的一百个来，把个关了，关了，浪费老子气。先播，你让你三个啊，狗子播，谁播谁谈？现在又给我，然后又给我播哟。不是谁播谁谈吗？我这里你就是想我谈你是吧？啊，那准备好没你？开始了，不到了，哎，大哥已经。我拿勺子来舀汤喝。反正我照样还是能吃上你们吃不上的，饿死你们狗日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那我下播完了嘞。十三，我下播完了嘞。我先把服务做完了嘞。我先把那别个弄到来不行。服务做完了嘞，不行。啊？服务做完了嘞。哪个没得规定我服务？他嘴多不服务，等一下。现在我要你服务，把我剥虾。先把那个给我那别个。给我咬他！啊！放嘴！放嘴！快点！服务，让你服务。服务，但是不能恶语取笑。我没有插嘴，是服务吗？只有不。给我拿纸来服务，插嘴。啊、给我舀汤。我还要喝水，快点儿。这个太欺负人了，让他服务他呀。大哥对呀、啊，大哥这补的一百个要一次性弹完呐。你要不要服务？你服务你自己。你服务谈完了，这是大哥的票，跟我服跟你服务没关系。你算这个谈完了来，十三，好的喽，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
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六八、六九，六十九，七十七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八、七九、八十、八一、八二、八三、六十。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八八九九十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百。大哥有没有帮我这三十个补上？大哥现在是补了一百个。哦。哎，补了一百个，我先剥虾是吧？我这里剥虾是怎么说？欢迎专属鱼宝宝。插嘴。啊。插嘴。插嘴不打一分，插吧。老子慢慢折磨你。啊，慢慢切折磨你。妈的。今年一九九八是什么？欢迎用户哥。关了，五哥。关啥了的？好吃不大嘴？好吃，大哥，鸡块吃完了。我要喝水。免的水的，你那杯子够？你不是喝鸡汤吗？给我舀鸡汤，舀到我碗里来，把我的碗拿走。你这有海椒？就要这样，快给我舀。哎呦，服务不行的话不行了，你这样有浮漂哦。你看那只小脏了。你服务不行啊，可以了，帮我降温。你不给我降温，大哥，我给他分了牛排，他不要，他给他分了鸡的，他不要。你给我分了鸡，他就给我十个鸡皮，那个一滴实实的侮辱你，把个鸡脑壳，那个他就说你起码，你起码大哥他都是能够全程牛排给他吃。现在谈起就嘴巴一百个。接到一个大哥说的一个一个拉，可以。现在我的汤太烫了，需要给我降温。我的惩罚先做到来，帮你吃，你是以惩罚为主，也是大哥的惩罚，好。这样的话，以后那你不要说这些东西啊！你之前我们都做了的，我上次包裹我还吃了酸萝卜的，你到你这里来是不是怀规矩一点点的？一包裹，老子从一开始就包裹了。我们这样还有谁？我们从一开始也包了锅的，我还不是吃了酸萝卜，大哥补了刀的。这个东西那不是你一说怎么，那正常的很呐、啊。我们包括被做惩罚的时候多得很，这个不是很正常的吗？现在细就打嘴巴，那我之前我还不是打了嘴巴。大哥，这个他们都是不服气。包了，你有本事你吃完，你就是不服气我包锅，然后就是要。哎，你是你的，大哥说的，你剥一个虾十个老婆，你偏让我剥虾，然后。他明明在弹暖和味儿，然后他又让我去给他擦嘴巴，这些那你是不是嘴巴你不是想挨打子来咬他啊？你不是想挨打啊？干啥子？给我咬鸡汤。妈亲，扎子扎挖的。给我咬鸡汤，咬鸡汤。我这是惩罚先做了来呀，你是小人啊？来，一个一个的来说，大哥说的。是他们先欺负我的，就一个是他先欺负我的，我才没给他分，我给他分那个牛排，他不要。大哥有何指示？一个一个来。我给狗子分了块牛排，他不吃。鸡脑壳给他吃这么好的东西，他你看嘛，这一个他是给起个那个牛排，那你吃它。来，大哥说一个分点鸡。喊起。鸡都吃完了。欢迎福梦哥，欢迎福梦哥。不要刷了嘞！快点！我惩罚要做，票要刷了。钱给我的大哥。不要刷了啊！找啥子去？大哥钱给我的，我快递不是要来吗？他在开车，现在你不要刷来，
还能给我拿一早这票已经在我手，已经给我们了。你找锤子个鸡啊！你真的是不是找事儿了？咱喊起！你找的是我找事儿，不是你找事儿。老子报个锅，然后你就在那边各种找事儿。我在找事儿，明明是你在这里各种找事儿。快点啦！就没有人找事儿，你做成嘛就做。你个骑手党嘴巴，之前都是我们都接的，不能在你这里坏规矩。一，你吃；二，一滚包；三，老黄，你都不行的，大爷，不会说防水的话。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三、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十一、十二、十三。谢谢追一哥啊，感谢我追一哥辛苦。十四十刻刻想着我的，感谢我的追一哥，也谢谢我的守护人，欢迎福梦哥。五十，欢迎福梦哥。五五五六五七，耶！再来猜一个。五十七。来的嘛，五九六十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六八六九七十七一，没有他包锅了，七三他使劲的让我们给他补，七六七七七八七九八十八一八二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八八九九十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百，哎，那个顺利，短的一模顺利，我给急，就爸爸下播了吧。然后给我舀汤。一个虾。你刚刚还播了三个，哎，两个虾，还在等呢。刷6600票啊，好像刷。刷了好多吗？刷了，好像刷了9000多了。我来搞呗。嗯。哪个？没事儿，没事儿啊。我刷了3300票啊。来，两个。给我舀汤。等一下再播下，先舀汤。狗子给我舀。三个。太满的。四个。播的太难，满的。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又，大哥又播了8个虾了。我刚刚还播了3个虾，大哥。帮我喂到嘴里。舀汤，我那个我一样一样搞，一样一样搞完了嘞。你是服务者还是我是？我是服务者，但是你这个也不能，你这个舀汤，我们这个不能是偶一服务噻，你这个叫。我没有偶一服啊，舀汤啊。
我怎么叫？为什么我做的就叫恶意服务呢？这是我正常要求啊。好，汤太烫了，给我吹。端着吹。如果你把口水进去了，不行，出不了。好，这个还是烫。还是烫，就等他了，哎。吹。哎。你这叫服务。真是折磨人呐，最近。欢迎包夜行天下哥。行了不？端过来给我喝，端到我嘴里喂。你给我喂不到，因为我把持不到。你也给我，也是我。端起。也是我服务的范畴外了，我没有。那是小事的。你死噻！你给我喂不来，当然就是烫啊！你先我给你烫了，要你个吹。还烫的，现在。你把老子笑着了啊！我继续吹。哎，真的啊！你把老子笑着了啊！来吃虾子，快点！啊，你给我可以。我要你拿虾子了吗？欢迎不玩了。给我夹鸡肉，找一块不肥不瘦的，正合适的，没有皮皮的。你把老子笑着好了。找不到，就那块。放到我的佐料碗里头。不管的。不管，我要慢慢等。你是老板，我是老板了。嗯。背痛，你背。老子上全是油，我给你乱了，你水水垮垮的，我还给你背，因为你把老子笑着。吃虾子。那不公平了，为啥子喊他一个人服务啊？喊我一个人服务啊？快点，接吧，给你。那为啥只拿我一个人噻？那我还觉得不公平嘞。你是大哥不到的嘛？那你也是服务者。老黄的服务就是负责看公平。关屁事儿！为啥？插嘴！我要喝水。喝汤噻，没水哪有水哟、哦？早黄开后乱。舀鸡汤。舀鸡汤之后，再舀块鸡，放在我的佐料碗里。都是这么一，老子慢慢吃。吹杯有油啊，是啥？为啥有油老子直接给吹插嘴。你好回来的哪个不用的那鸡子好吃嘴巴没有吃，哎呀，哎呀，欢迎这个台了。再给我咬鸡。欢迎老大。老大进锅没？老大进锅没？秘的。恁个多呀，要吃哪一块哟？那个鸡，给我把鸡全部舀我的，我看有好多。全部都是佐料馒头。没有几块嘞。那全部都是佐料馒头。这是皮皮。本来都没多少了，都是些皮壳壳了，都是些骨头了。这个鸡太瘦了。你的鸡还是要的。
这个鸡你看炖了都没多少油啊。是没有。欢迎东方日升哥。这个小孩这吃是否老子必须要吃。谢谢我，谢谢我，感谢啊，谢谢我苏大姐一直刚才，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肉了，我们虽然没就这么点，我们虽然说没吃到，但是呢，我们也安逸，哎，至少你安逸吗？就你怎么挨得到？我是吃哎呀，你母黄，有的人知道嘴，刚才妈眼泪都流出来了，哎，老子没有，没有，现在眼睫毛都是湿的，哎呀，老子喷水的，你最好是注意点，马上又打一嘴巴。哎，老王像个瓜娃子，马上不是又打一嘴吗？哎，莫叫。老王都是瓜娃子。有点香。就是说我这个鸡我没放味精啊，真的我连味精我都没放，我就放一个盐五七八个香菇，然后一点姜，就是这个样子，咱啥都没放。后面这个做椰子鸡也可以，这个鸡你们必须给，今天必须给我苏大姐杀两只去，妈的给我苏大姐吃吃。我不管的。没有吃完，他包锅了，还让我们给他服务。香菇要不？香菇不要了。还哪个？哪个？那个没有什么肥油。炖了油就是一层黄油出来了，我记得安是啊。你脖子都没什么肉，没有大哥说今天打过免他，但是打了他，打了他。欢迎二壮哥，欢迎二壮哥。一个人吃个鸡好爽吗？二三幺。现在就二三幺四号呗，四六二了，六六零呢？那大嘴吃饱喝足，晚上打不打游戏？打，必须打。欢迎我追一哥，欢迎追一哥。大哥，我给狗子分，他不要。哎呀，一不分都不分嘛，你不用来侮辱人，你知道吗？哎，你不分都算的，好吧？哎。不愿意分都算的啊，咱们不急，哎，你那种日子也过不到两天，好吧，哎，那汤不烧干的，非要浪费气，那烧气。你不要的嘛，我那个不烫，不会的，我那个锅里还有肉，鸡肉没，我一个人把一个鸡吃完了。那个鸡大嘴一个人吃一个。真的好吃，这个没肉了。真香。还有多刷两个嘴。糖子大。给我拿纸擦手。接吧。这点不够。接吧。请帮我擦手。接。红牛说他说不用，他说总给我们的。真的没有挣到了。哎，送给我们了说，哎。
刷个扣了嘛。老黄有哪去的哟？我是的。我是嘛，一晚上出来的嘛，直播两直播一都过来往厕所跑，跑你妈两趟。你是嘛？是个真的是。我这个汤真的是烈的炎热哈。你是嘛偷嘴的老黄？一晚都关在厕所在包。没有啥子吃的嘛？欢迎不气哥。老王去洗碗吧。人家在两个给鸡子去吃不下去那个待会就明天去哎调料不用了再壮哥追一个吃饭的嘛追一个还在这么晚还不去饭到家里没这个吃了一只鸡今天炖的一只土老鸡那个鸡真的好我就是背灯是吧等高一个咬他们人四分钟都没咬它是比较也不是那种黑趴但是也不是那种黑咬不动那种是那种它这个正好正合适的它肉是我看炖出来是红肉没有拐弯嘛弟弟一点拐弯都没得我知道了一口肉都没吃到明天老子晒了等起中午等来去你吃的什么老子中午等来去不行了明天算了完了中午不可以，中午只能吃蛋炒饭。然后我也拉上来搞个鸡吃吃哦。老母讲煮煮面，这个今天还是高压锅压的，还是挺不错的这个。这个砂锅堆的话更好。啊，这个汤好安逸。感觉都等困的安逸哈。嗯，等困的安逸点。鸡要炖整只感觉好些对整只它那个肉蘸佐料吃好香哦儿子我那个鸡腿大咧咧的你嘴巴是大嗯吃完了秀，哎，是个习秀是吧？嗯。谢谢谢谢，感谢我谢谢我哥，感谢。欢迎万富叔哥，游戏习秀咋子吗？答案一比个习秀啊！刚才这个三千上面叫刷了的就给人家。吃饱了，没事，你们俩没。很起码，很起码。我不仅吃饱了，我还挣了。多整点，来，多整点啊，嗯。你给打个锁。打。我买保时捷到他们家门口去得瑟，你给打个锁一下。来一趟，再追来韩七三。那我没来呀。我拉三。我以为你不拉噻，我不拉。哎，我珍惜哥哥，珍惜哥今天打嘴包哥了，一兄弟连啊，一兄弟连，我是下口都没吃上，太难了，真的，哎，欢迎珍惜哥，欢迎珍惜，还要我们服务。等我买保时捷了，我必到大哥门口去带大哥豆腐脸。我早了，哎，快点吧。谢谢大哥给我的保时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十五不？你一拉，你老黄刚刚一百个都中，但是你一拉又没有了，你知道为啥子不？你莫管我那个中不中，我都能拉。到时候大哥又没，我下班了。你又说要一拉，拉到就行。我大哥没有说我这个不满意，他拉就拉。到时候大哥一，大哥又。感觉打个不哭，你要平拉，不要那样这样拉这样拉，你要拉到嘴唇，你每次都是打到下巴，你看又是下巴，你搞快对对、嗯、每次都是往下巴拉。五十吗？嗯。五一，五二。我还要你拉，我还要自己找角度，我操。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你砍到拉。五六，五七，五九。你这样的话我不找角度嘞，你这样一直往上学，你是能整个学习，一直能配合你我才养起来，我正常是这样的，那你正常就行了噻，你正常呢这样就会缠到嘴巴上。五九六十六一六六三六四六五六十五，找个气球来了。那每次一直弄到下巴了，你不会拉，正确的。又是下巴红肿。那你既然知道，那上一次那你为啥子？你既然知道他这个给有，那搞快吧。哎，找个乱呐、啊，快点啦，六十五，弄完的嘞。我的已经流血了。嗯。哎呀，还在那个搞。这大哥说这才叫渔网逮鱼。谢谢大哥，感谢大哥，还给他整一百个来。渔网之前是谁啊？来，珍惜哥呀。哦。怎么样呢？就珍惜哥啊。顺便把大哥，有时候大哥拉在里面抢抢红包，才把我兄弟啊。好的。六五。六六，六七，六八，六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一，八二，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八，八九，九十，九一，九二，要转了，那么，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笔。这才叫女王带意啊！有没有给我打钩子的？让我付个仇，兄弟们。这才叫女王带意。我们包子哥还要一直在这包锅中干扰我。那个都是很正常的，我们包锅都是有这种情况的，你知道吗？那个是很正常的啊。你包锅跟你挣提成，它不两个事儿是不冲突的，你知道吗？你包你的锅，大哥安排哎给你挣提成，你不香吗？对不对？你说包锅的时候，比如说让你啊，比如说吃什么十斤大白菜呀、啊、这些的，那你可以拒绝，那你就因为确实在包锅中，只要不让你就是不影响你吃东西，都是没事的。你知道你都是说吃得下，哎，都是说吃得下就行了。欢迎追一哥，欢迎我追一哥，欢迎追一哥。大嘴最近飘了，是的呀。大哥，他当一，我跟你说，一说的话当没来的，给我跟你说，哎，一说给我分点鸡，他把那个鸡脑壳丢起，啪的还丢到我盘子里。大哥是因为他打我，我才不给他，不想给他分的。我打也是，大哥打也是你让我服，又给他剥虾哟。大哥说剥个虾弹他死个脑门，又让给他插嘴一把哟。但追哥这个本来都是，如果狗子包过他也会让我服务的。我上一次这个是服务，你是不是我让你服务的上一次？你敢说我上你包我包过是有这么折磨你吗？所以说但是你打我我才想折磨你的。
你把老子笑着了，从一开始你就让我们在服务播下这些的，都没有人整理，就是喷那个重新打个稿子一点。哎，包括带我一起吃，你两个莫乱说，你也不追一个。当时我就给狗子分了一个这个牛排，我还准备给他分下的，然后他不要。大哥是叫一个分鸡子，我你们香哥你就挑拨我跟大哥，我给他分牛排他不要，他这还是不服也追一个。我觉得也对，他跟老他不要牛排，跟老子今他死的，哎，给他分牛排他不要。我反正呢，刚才哎，问的大哥这会儿就是，他还是欠收拾。追一个今天还是守护了一天啊，一直帮你付出，人家打你都喊还回去啊，哎。香哥怎么说嘛？香哥还有多一万存，还多少存票啊？上次，还有完之后，香哥还有一万存票。一摸看我香哥也是有存票在手的，现在存票第二多，现在第一多的是追一个，现在香哥也是大了，一摸摸数啊，摸跟我香哥两个恨啊，直接用存票收拾你，知道吗？哎，不过谢谢追一哥啊，追一哥，我虽然没吃到，但是有你的心意，我觉得说实话。哪怕是没有吃到，给狗子给他分，他不切，他两个半嘛。哪怕是就是没有吃到，他就跟那会儿就跟当年的我一样，他说他不吃鸡来着。能吃到大哥这份心意啊！对的，狗子说他不吃鸡来着。你把老子笑着，大哥叫一个分点鸡，你是干啥？你那是在啥？你是在侮辱人，你知道吗？哎。那当年追哥让你给我分那个，你也没给我分。没有人呐，大哥说让你一起，人家说分点就是肯定我自己挑什么吃什么的，你还说。你一个他妈丢妈个鸡脑壳，他妈都不吃的。哎，你挑什么吃什么？你想你妈个体面喽。哎，那不，那你，哎，你不搞都，你不分就不分啊！哎，那我打了几把。你不分都不分，那都莫扯啊！我先把那个东西倒了哟，谢谢追哥，追哥我给他分，你别被他们挑拨了，他们是一伙的。啊，追哥他是不是没看嘛？追哥没看的吗？那我当时给你分牛排，你为什么不吃？我问你要不要，让他不吃牛排，我就没有想给他分鸡吃了。他自己不吃牛排的。大姑叫你分点鸡，一个分鸡子切，哎。你当时有没有说你要吃鸡？老子是不切，老子不切。他当时他都不吃，大姑。你把老子笑着了啊！他自己不吃，真的是他不切。直接我不吃，老子不吃，老子全程都在给他服务。大哥，我没说吃鸡仔、鸡油排，他吃的时候，等牛排都凉透了才给一的，全程都在给他服务，有时在给他剥虾哟、擦嘴哟。那会的时候，在给牛排之前，我没有喊你服务。哎，都是在给他。追哥说的时候，然后你说等一下，我说给你分牛排，然后你说让我等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等一下再给你。大哥说分鸡，你自己看回放。我肯定要听追哥，大哥说分。追哥，我回去给你找回放。我说给他分的时候，他说等一下，你当时在看。我明白了，狗子。当时你在看的，我说给他分的时候，他说等一下。你大哥叫一个分鸡子切，一个给我分鸡子切，你哪个叫个分牛排呀？当时你为什么说等一下？欢迎我说快点。你大哥说个分鸡子，然后大哥一走，来这个边边上这一点肉给你吃嘛，然后又把个鸡脑壳。我最后那个鸡脑壳丢在鸡屎桶头去了的，他自己都没吃，给我吃。你是真够可以的啊，你是真够可以的，我亲爱的嘴姐啊，就你妈最后那个鸡脑壳只丢到那个鸡屎桶里啊，哎，吃不吃无所谓了，对我们无所谓，老子这边不吃，妈的啊，已经你现在怎么吃个卵子嘛的，连骨鸡骨头都没你造了，我一个人吃完一只鸡，哈哈，真的，我坐月的时候都没吃，就是说。那个东西如果说是你自愿的，你说确实，哎，你说给我分点切，但是确实大哥点名你说给我分点切，哎，大我肯定按照大哥的意思，我只吃鸡噻，对不对？我们都大哥说，这个、我没有这个没说要跟我给你分鸡，想让你吃你就吃着大嘴，哎，你就吃去啊。踢了，不要乱说啊，铁子。不想让你吃，你毛都吃不到。大哥今天也差不多有，我还不止，差不多也是将近，也是有，差不多有这么多票的。哎，你按你的票是够的。不想让你吃，一毛都吃不到。你吃。识时务者为俊杰。狗子懂吗？你懂吗？
谢谢追一哥啊，感谢追一哥，谢谢追一哥，谢谢苏大姐，感谢苏大姐，也谢谢我苏大姐，感谢啊，感谢苏大姐。谢谢追一哥呢，我这个包裹说实话，我这个都是白天我都没有打他们回去，我都是一包裹，但是追一哥是出了三千多票的，谁呀？知道吗？我这里面有很多是追一哥给我的，哎，那个都没扯了啊，是已经过了，追一哥也明白了，狗贼他说的他明白了，追一哥没扯了啊，追一哥是有事儿嘛，一进一出的，要是追一哥没事儿，你就看你被不被制裁，我跟你说真的，哎，追一哥是忙有事儿。以后大嘴包裹不带上牌牌，我们就用抛按包裹的票打野。反正不带他，我上那会儿打那会儿，还有人特地给我发微信，上次吃火锅的时候，还有人特地给我发微信来说。三五一海，是露露两个呀？是六六两个。是六六两个呀？是的。把这个收了嘛。是六六两个大嘴巴，3300票，放的哦，收了炉子，收了这个端在旁边去嘛。盘子先端到旁边去，别放在肚子上。牛排他不吃的嘛。哎呀，我气不气是我的事儿，打给打进来一杯。这个你别，他们就是挑拨，故意挑拨，恶意挑拨。哪个都不存在，那追一个说追一个哪个都是对不对？今天对不对？哪个大哥都是搞节目啊。我还是把票搞的留着打老黄啊，这个。老黄也要打。大哥又没大哥只打一百个，又没说全部打你。那你来嘛。啊。没事儿，大哥。没。心机嘴不是别叫的，就是。什么时候说我是心机嘴？他们只是说我。我想问一下，追一个谁啦？啊。谁啦？他们恶意挑拨。没有人挑拨。哪个在挑拨嘛？苏大姐，苏大姐是在挑拨，是的，一把老子小子的。老王在可恶，蹬自行车蹬的跟老太婆一样，还忽悠你。你比老黄更可恶啊！大哥有没有说全部票打你一海啊？老黄啦，好的。大哥还有24300票。啊！我要去创药铺，找不到。我还不是药药铺认识的。我还不是一直是湿的，那个湿气要不得，有点冷。老子他妈！哎，妈的，老子来擦气球的，他还来去擦手，胡子擦。莫原谅老黄呀，大哥。大哥没有原谅老黄。大哥说了要原谅他了哈。哎。你挑拨我跟大哥的关系吗？感谢大哥。狗派派。好的，好的，有效果了。好的，大哥，必须干出效果来！妈的，嘴嘴天天诬陷我。谢谢大哥。你迟到了，怎么诬陷你？你把那小子不知道是谁从床上一下子搬起来。老黄。他还在说我诬陷他了，真的无语了，你这批卵。快点喊起。他还是不服你。老黄，你不珍惜机会，后面就没机会了。这个老王还是不服气你，他还是不服那天一样。你快点啦！一模人挑我呀！他不服，他不服。大哥刚刚还给你机会复仇反击，你都反击不明白，真的是一天。快点儿喊好！一我不服，二我不服，三我不服，四我不服，五我不服，六我不服，七我不服，八我不服，九我不服，十我不服，十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十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不一不二不三不四不五不六不七不八不九不十不一不二不三不四不五不六不七不八不九七十七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八七九八十八一八二八三
八十、八五、八六、八七、八八、八九、九十、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百。我不服。谢谢啊。被狗哥嘲讽。狗哥在搬弄是非黑白，他自己那会让我大哥让我给他分吃的，然后他自己说等一下他不要。把老子你还得讲，你不需要这个啊，嗯，不买单不走不走。你最近在整提车，为了保时捷，知道吗？等买了保时捷，开到长寿来，哎，你俩换去开好吗？小公主妹妹，哎，到时候你说你喜欢保时捷哪一款，到时候我们尽量做追击，就是你买的你喜欢那一款，你开上来你哎，到时候开上来放在那里，你开一个月，他开一个月啊，哎，也不枉你疼追击那么久，真的啊，哎，啊。我你肯定是你是开法拉利的女人的嘛，哎，保时捷只是说小公主妹妹的就是法拉利，你是开法拉利的女人，你保时捷，你像老王，大哥老王刚刚他都是放水了，不要原谅他啊，老黄，不要原谅老王，好的追姐，好的追姐，我刚刚给你放水了是吧，嗯，你挨了也快挨了300个哈，我弄了2首，你弄了1首，300个，你是弄了1首不？看上面还有这个。放水了呀！我啊，这我女朋友自己啊。孩子不给我，不给大哥说我放水了，他现在挨完了说我开放水了，因为挨完了才知道放没放水啊。是的，欢迎四季长胖哥，他挨的时候说我给他放水了。小公主妹妹，等我再来100个，然后呢？好的，三哥。起码了，最近一个月。那个短的呀。那个。我刚刚给你放水了，你说。谢谢翔哥，我刚刚给放水了你，嗯，我刚刚翔哥，你忘记了当年狗子为了还电信诈骗60块，你忘记了？什么呀？四姐儿别放水。翔哥，你忘记当年我俩60块的感情了吗？当年狗子电信诈骗我60块，你还给我发微信了，他说他在电诈你，你忘记了吗？翔哥这么乖就忘记了，太伤心了。心很好。嗯，大哥已经那个点大，为了这个事儿，大哥之前给了你票的嘛。我刚刚给放水了的，一、二，我刚刚给放水了，三、四、啊、五、六。我那，你给了他票的呀？八、上次零头不都是给了他吗？啊。十一。对不起，我忘记了，你不提醒我。十四。他是他忘记的。十六。我跟你说，香哥。四八。事实上，那个是他也没有出，最后我推给他了。二。那个事儿就过了，我推给他了。那是因为本身我香哥都不需要出这60块，然后你再退的。我们没有让香哥出60块，但是我当时我至少是愿意出这60的，我是转给你了。我是跟我香哥，我们只是算谈资格。恶心吗你？老子妈一天都电诈。快点喊起！我以后是算谈资，别说有时候我。那昨天晚上我还跟我苏大姐摔个谈笑的，开个玩笑的，那不是也不是正常吗？跟坚持哥我随时开玩笑。哎。三三三十。我经常开。